Ciao a tutti, sono la vostra insegnante Cecilia. Benvenuti.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意大利语老师 Cecilia，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意大利语课堂。上次呢，我们学习了意大利语字母的发音和元音的发音，今天重点来学习辅音的发音。首先，我们来回顾一下，意大利语共有21个字母，其中有5个元音。啊 ，a， 一 ，o， 乌，这5个元音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是意大利语发音的基础和关键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辅音全部借助这5个元音才能发音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练习。那么除了这5个元音以外的，剩下的16个就是辅音了。也就是红色标出来的这些，你们还记得怎么读吗？我们把辅音分为清辅音和浊辅音。发音的时候需要注意，清辅音是抑制声带振动而发出的音，浊辅音则相反，需要我们尽量的振动声带。所以在家练习的同学可以把手放在你的喉咙上，去感受你发音的时候声带有没有震动。这一页 PPT 呢，大家可以保存下来，上面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哪些是清辅音，哪些是浊辅音。意大利语当中呢，还有一些成对出现的清浊辅音，我们来看这个表格。比如说第一组清辅音 B， 浊辅音B， 听起来是不是一样的呢？第二组清辅音 D， 浊辅音 D， 发音上听起来也没有太大的差别。而字母 S 和 Z 则既可以做清辅音，又可以做浊辅音。那么究竟怎样区分呢？我们重点来学习这4组成对出现的清浊辅音。我们来看第一组，浊辅音 b b， 清辅音 b b。除了刚才说过的发浊音时振动声带，在这里呢 ，Cecilia 老师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大家可以在发浊辅音的时候，在前面加上鼻音嗯，然后在学习的初期刻意的把它读重一点。b b， 而清辅音我们则刻意的读轻一点 ，b b， 这样刻意的区分它们，在学习的初期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我们来一起拼读 ，ba ba be be b b。bo bo bu bu， 清辅音 ba ba be be bi bi bo bo bu bu， 大家发现了吗？意大利语呢，作为一门拼读语言，怎么写就怎么拼读。好了，我们来试着读一些单词，一定要注意区分清浊辅音。bello bello bene bene basta basta bene bene spesso spesso lampo lampo。 怎么样，在我们的刻意区分下，这一组清浊辅音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以区分了。那么我们继续学习，我们来看第二组清浊辅音，浊辅音 d d， 清辅音 d d，
区分它们的规则和刚刚一样。浊辅音我们要注意声带的震动，可以带上一点鼻音，也可以刻意的把它读重。清辅音则相反，我们来一起拼读。浊辅音 da da de de di di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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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。 好，我们来看清辅音 da da de de di di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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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。 好的，我们来拼读单词 due due modo modo vado vado alto alto tempo tempo tre tre。 怎么样，你可以区分清了吗？现在还不能区分清的同学也不用担心，随着我们的不断练习，多读多听多练，以及词汇量的上升，我们很快就可以区分清清浊辅音了。在刚刚的表格当中呢，我们看到了字母 s 和 z 打，既可以做清辅音，也可以做浊辅音。那么究竟怎样区分呢？首先我们来看 s 发清辅音 s， 有哪些情况呢？第一种 s 加清辅音，哎，这时候呢有同学就要问了，老师哪些是清辅音啊？我记不住。还记得刚刚让大家保存的表格吗？上面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哪些是清辅音。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刚刚见到过的清辅音 b b， 当 s 加上清辅音 b， 那么它发的就是清音 s s。 拼读这个单词 spazio spazio。 好，那么 s 如果加上元音时同样发清辅音，比如 sole sole。好，第二种情况呢是双写两个 s 的时候 ，gasa gasa， 你记住了吗？我们再来看 s 发浊音 z z 的情况。第一种 s 加浊辅音，举一个例子，刚刚见到过的浊辅音 b b， s 加 b。发浊辅音 z， 所以呢这个单词的拼读是 zbagio zbagio。 第二种情况呢是 s 加在两个元音中间时，比如说当一个 s 加在两个元音 a 中间的时候，它就要发浊音 z gaza gaza。 这里呢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，当一个 s 加在两个元音中间时，我们发浊音 gaza。 但是呢如果它双写成两个 s， 即便它也是加在两个元音中间的，那么我们也要发清音 gasa gasa。 这里呢是一定要注意的，因为 gasa 意思是收银台，而 gaza 意思则是家。如果我们没有把音发清楚的话，可能就会让别人误会。所以啊，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s 什么时候发清辅音，什么时候发浊辅音。另外一个既可以发清音也可以发浊音的字母 z 打，相对来说呢就简单很多了，因为 z 打这个字母清浊辅音差别不大，也没有刚刚那样准确的规则，所以呢大家只要正常的发音 z z
就可以了。我们来举一些单词的例子，比如说 vacanza vacanza 大杂大杂 zuba zuba polizia polizia zo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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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ezzo mezzo realizzare realizzare 大家听出来区别了吗？Z 的发音区别非常非常小，所以呢，正常的拼读就可以。如果啊，你实在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清音还是浊音，那么可以去查阅字典。好啦，四组成对出现的清浊辅音我们就学到这里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其他的清浊辅音。清辅音 F。F 发发飞飞 fi fi 风风 fu fu foto foto父母，父母 ，felice， felice。好，我们来看浊辅音。浊辅音呢，相对比较多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学习。首先来看第一个，阿嘎，阿嘎，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字母。我们知道，意大利语呢是一个拼读语言。21个字母中有20个都是一定要发音的，只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字母 aga。无论它和什么样的其他字母组在一起，它都永远不发音。比如说 aga 和字母 o 组在一起时 ，aga 不发音 ，o 正常的发音，所以 aga o 我们拼读时读作 o。o， 阿姨，阿姨，啊，啊，这里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虽然阿嘎这个字母不发音，但是我们写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忘记它。好，我们继续学习 ，ele，ele， 拉。啦嘞嘞哩哩咯咯噜噜啦呐啦呐露呐露呐sole sole m m ma me mi mo mu male male tema tema mudo mudo 一定要注意了，清辅音 d 在单词里一定要发清音 d， 绝对不能读成 t t 这样的音哦。浊辅音 n n na na ne ne ni ni no no nu nu
nove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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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ve。大家看，nove 和 neve 这两个单词呢，长得非常像，只有一个元音的不同，所以大家在发音时，元音可千万不能读错。下面一个，咕，咕，这个字母呢非常简单，因为咕永远只能和呜连在一起，发音就是咕。比如说，挂，挂，挂嘞，挂嘞，questo, questo。这里呢需要注意，如果咕前面加了一个字母 c， 变成了 c 咕呜，这三个字母组在一起的时候，同样也只发音咕。阿瓜，阿瓜，阿圭斯达嘞，阿圭斯达嘞。注意这里的 c 咕呜只发音为咕。好啦，下一个到了我们最难发的大舌音了。大舌音呢是舌尖上卷，与上齿根接触，气流不断冲击舌尖，使它颤动而发出来的音。由于啊，我们的汉语中并没有这样的音，所以这个音呢对我们来说就非常难了。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，随着你的不断练习，总有一天你可以把它读出来的。我们可以把它和元音组在一起来练习，一起来读 ra re ri ro ru。 多读两遍，把你的舌头变软，这个音就更好发了。如果一开始发不出来的同学呢，也不要着急，我们可以把它先简单的读成 la le li ro ru，可以简单的发成 l 的音，但是一定要注意，绝对不能读成英语当中或者汉语拼音当中日这样的音，一定要读成 la le li lo lu。 多多练习呢，你一定就可以发出颤音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 v 或者 v， va va v喂 v v vo vo vu vu。 发这个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咬着你的下嘴唇，轻轻咬就可以哦。 volo volo vida vida viva viva。 好，除了单独出现的辅音呢，还有一些叫做双合辅音，也就是两个同样的辅音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发它们的时候呢，只要发音拖长就可以了。比如说 villa villa benna benna flanco bollo flanco bollo nella nella bello bello bella bella。 好啦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但是意大利语的发音还没有学完哦，还有一些是字母组合的发音，Cecilia 老师会在下期为大家讲解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那今天学习的16个辅音的发音，大家一定要多多练习，尤其是注意区分成对出现的清浊辅音。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积极留言。如果你有更好的学习语音的方法，也可以互相参考。好啦，今天的课程内容就结束了。感谢同学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Ci vediamo!